谢谢。厕所，知道？应该现在不会那么多。等一下，我们要从那个时钟那边进去搭火车。时钟那边，时钟搭火车，大概三点半。大约三点半左右，啊，三点半左右。大家休息一下，谁也不能丢掉。那给商店两位家人。先下去就先下去，最好先下去比较好。啊，这个缆车是用站的。你讲先坐对吼？先落去，先落去啦，这你起来再看。无啦，你小心啦。如果伊我讲落去的人吼，不爱行外面，干嘛？坐起来，坐起来，啊，我们是要动地。来，因为如果是讲冰冻，没有关系，坐下去再坐上来。现在再坐上来，王敏，先下去，先下去，下去比较好。先去，先去，我先来。先行。排队啊，你先行。哪能行？排队。什么农业什么的，那些也有的，也有，也爱多些的。坐缆车下去再。什么？哎，我是国语给的经验。你记得，爸爸记得。再不讲起来，那我还敢你。今天我请你来啊，较早有较快，较早。反正有啲中山路有啊。
起来扛车呢。啊，是行这条路起来。无人就行这条扛车。行这条路起来哦。没啊。啊，你敢要行啊？怎？无啦，咱行这条路起来。太远啦，那个脚板。你当地你看伊当地啊。你看当地，啊那脚板是啊，怎么样扛车起来？嗯，这个是这台用地的，你看，你钱呢？这用这我也就那。不简单呢，真是这样呢。你看伊，安怎固定？这样歪，这样歪。嗯，还固定的。这是这样夹夹夹夹死，是不是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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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这这电动？这电动牌。哎呀，你看我看你。嗯嗯。啊，袂，伊讲哦，啊，这人就是伫遐行啦。迄个大友讲，迄间因就。这件就不用了，对，他新的。上来很陡哦，上来没有问题吧？他可以好。没关系啊。好，下来。来救助了，来救助了，来救助了。我等这个当地是上第一啦，看高山边啊。Thank you.
高兴好不好？十块，我大哥得一半，七十几块啊。Thank you.